刚起床，然后今天安排了一些好玩的行程。今天天气好像还不错。现在是应该是9点吧，还挺早的。然后现在还有点累。那今天早上是被阳光给晒醒的，给你们看一下，今天天气还挺好的。车子挺多的，今天帮自己安排了一系列好玩的行程，现在要准备起床，叫个早餐，然后吃点东西，化个妆，然后出门。现在看起来车子挺多的，希望待会儿不会堵车。那就开始我的一天吧。因为我这个人啊，平时比较懒，所以呢，我化妆私底下只希望用5分钟就化完。所以我待会儿来挑战5分钟完成我的妆，10分钟好了，给自己宽容一点的时间。我就来放点音乐，然后我先来点个早餐。啊，哎呀，你看阳光特别好，好到那边都一片白。来放我最近很喜欢的歌手，这是我最近很喜欢的歌手。我现在先来点餐，然后给我1分钟的时间，点好我早上要的咖啡还有早餐，然后待会化好妆的时候餐就来了，就可以吃一吃出门。你们平时要吃什么早餐啊？我来研究一下，大家平时早上喝咖啡吗？我个人是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需要一杯咖啡提神。就来点个美式咖啡。好啦，点好我的早餐了，它大概15到18分钟到，所以我待会儿要在这个时间内化好妆，然后拿好食物就可以出发。我来计时一下，挑战一下，现在是9点49分，我一定可以在10点完成。好，准备开始。先拿出，因为化妆的时候我的刘海会一直粘到额头上，所以带了一个法宝来。我现在真的是全素颜，然后希望大家看了不会觉得太憔悴。好，这是我的化妆包，其实之前在小红书的时候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。然后刚刚换了一个机位，因为这边阳光比较好，就花了3分钟，所以我要赶快在10点以前完成。这个呢是我平常，我的早餐来了。好，我原本预计要10分钟内在早餐来之前化好妆，结果我只夹了刘海，它3分钟就到了，我不知道今天怎么那么快。好吧，任务失败，但我还是可以在10分钟内，所以我们待会儿计时，我先下去拿早餐，待会儿见。好，下去拿完我的早餐了。这是我收过最快的一次外卖，大概只有5分钟吧。我们时间要重新计算，因为今天速度快到我有点吓到了。你没有5分钟送到的外卖过吗？应该没有吧。今天太热了，所以我点了一个冰美式。你们有没有过那种饮料满到就是你吸管插进去的时候，那个上面的一直浮出来？好，重新计算，现在刚好10点，然后现在挑战10点11分的时候可以完成。好，开始。好，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有点懒，所以前一天把基本的保养做一做，早上就一个化妆水就行了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是我的底妆系列，我底妆都会喜欢用同一个品牌的，所以全部都是 YSL 的，这是它的气垫粉饼，好，会一直反光。这个是它的，也是算底妆系列的，好像比较保湿。好，反正这个就是遮瑕的，然后这个也是遮瑕的，然后全部都是 YSL 的，
开始先用气垫粉饼，简单的打个底。然后大家好像都说气垫粉饼要压的，那我就是看时间看心情，有的时候会稍微抹一下。它这个有两个毛，一个是长毛，一个是短毛，然后就效果都不太一样。没有化妆的时候就显得眉毛比较短一点啊。简单用之后就会再用这个一点在手上，然后补一下刚刚觉得不太够的地方。再用遮瑕遮一下，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小粉刺啊，或是一些黑眼圈啊等等的。然后因为我忘记带我的粉饼，所以就先这样吧。好，底妆完成，花了两三分钟。然后下一个就是我的眉毛，我的眉毛我都用这种两个不同颜色的，一个比较浅，一个比较深。我会先用比较深的，然后先画出一个眉形。深的画完再用浅一点的补一下。我平常没有太喜欢眉毛太粗啊或者什么，就稍微拉个形状然后补一下，然后再用后面的刷子稍微把它梳开就行了。接下来是眼影的部分，因为只要是不在家里啊什么，我都喜欢带小盒一点的，所以今天就是我带的。然后里面有，哇，里面有四个颜色。我有的时候会用刷子，有的时候会用手，就有时候真的不小心下手太重，没关系，就把它推开，补开就行了。其实我觉得化妆就是自己化的话，就是看你怎么样自己觉得舒服，觉得在，其实都是可以当成是一个化妆的方式的。然后接下来是我的眼线，眼线笔。就是刷个睫毛，睫毛膏，然后睫毛夹，睫毛夹有点脏，就先不给大家展示了。画睫毛的时候都会露出一点奇怪的表情，希望大家别生气。是有点紧张，怕任务无法完成，刚刚已经被外卖给打乱了。睫毛都记得刷一下，有的时候画多啊什么的，用棉签稍微把它推一下。我还有一分钟的时间，就来把我的口红补上，完成我的脸上的妆，够简单吧？我想大家应该都会学得起来。刚好时间10:11，刚刚任务没完成。现在算完成了。好，这就是我平常如果没有要跟你们分享或者什么，其实我可以画得很快。顺便再换一首歌，换一个我最近听的 I'm so tired， 可能是因为这几天在北京工作点累，就觉得这首版本的抒情还挺好听的，跟大家分享。它叫 I'm so tired， 然后大家可以去听一下。擦个香水啊，这个是我只要在外面的时候，因为我家里其实还挺多不同的香水，然后但是因为这个就比较小，然后携带方便，就稍微涂一下，这样就会给人香香的感觉。接下来妆化好了，就剩下头发了。老实说啊，我出门的话我只会用这个发夹然后吹一下我就出门，但今天我跟公司的小伙伴借了一个电卷棒，所以还是用一下。好，我要用吹风机的，你们肯定觉得很吵，所以还是就这样出门啦。好像也行，但都借了就用一下。我要等一下热，等热然后就来听首歌。I'm so tired. I just wanna go home.
大家平常早上化妆的时候喜欢听什么歌，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。这个我还第一次用哎，因为是同事的，所以它好像可以像梳子一样这样梳。对啊，没用过用看。哎，真的，它这梳子这样梳不行，然后还可以打开。其实我就是简单的把下面的尾巴的部分稍微有一个卷度就行。那换一个，我前阵子去 LA， 然后我去看 Justin Timberlake 的演唱会。好看，好帅！看了我在台下都是一个那个小迷妹，不停的尖叫。我就来听他这次演唱会的《Man of the Woods》。Sorry, baby, you know I tried. A man of the woods is my pride. 这个梳子还挺好用的，又不烫手。我以前小的时候被这个电暖棒大概烫伤了无数次吧，有的时候烫到耳朵后面，有的时候烫到手啊。好了，最后剩刘海。已经，今天太热了，快出汗了。还行吧。Right about you, did anyone else try? 好，我还带了这个是发油。就是这个也是西大方电型的，就稍微弄完头发的时候就抹一下，头发就会油油亮亮的。还好今天头发还算挺乖的，平时有的时候它睡醒的时候是一个大爆炸的状态。我平常就自己试一下，就喜欢穿个帽 T 啊，然后一个破裤子，就是有破洞的黑色裤子，然后戴个耳钉。我看一下上面，好，差不多就这样。然后跟大家多分享一下我新买的太阳眼镜，这是我那天来北京的路上我在机场买的，是酷橘的，觉得还挺可爱的。待会儿太阳大，所以明天就这样出门。怎么样，适合吗？好，这个等一下再说。好了，我刚去迎接我的小伙伴们，今天大家跟我过一个文艺的一天，所以我怕自己一个人太无聊，我就请了公司的同事，然后还有一些小伙伴们，今天一起去过一个好玩的一天，然后他们在陪我一起去机场。好，他们在门口等我了，所以我就待会儿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开启我的一天，走喽，出发。你好，好的，好，走走走走走。